当然，我叫高台走。有，请你伫头前行行看。等下就这时阵，家己较注意。是。 小雨想要引下出动，安尼我就用偷天换日一步。回家，可头前你在家都有掉。 这细节狐狸也是搭袂过头狐狸啦。你拢无发现，咱因工人调包呢？那是咧讲废话哦。当下只你去后做，但是只你顶真着，哪有可能出啥物差错？无你什么意思？我啥物意思？你家己心肝来知知啦。若不是你家己无势力哦，去互小雨利用有罗志汉，无奈对啦。我知影你真挑小罗志汉啦，要唔过你对伊哦嘛是较提防。那无，你会变做当下这边的破口。 拄则阮爸毋是讲过，小雨是家的，伊连我拢当利用啊，更加莫讲我是自然这个囡仔。哦，所以讲你即马意思是，即件代志甲罗志汉无关系哦。那你请你解释一下，是安怎罗志汉会伫小雨车顶？啊，家己饲的鸟鼠哦，都要家己处理好啦，莫让当个鸟麻烦。 阿伯，有你的电话。是啊，你听我讲。阿伯，真正叫你摇掉。是啊，你该说你，咱保持联络。好。喂。 你遐即马有啥物状况无？已经社会绑条路去啊啦，看起来应该是咱误会啊。小雨去在治安去别个所在啦。不管怎样，小心无事本。恁继续伫个街仔路踅，一定要确定因无搁阿你地。 陈忠信黄爷爷是去一个所在接一个人，即马佫来到一间白云疗养院，我看迄个人真有可能就是杜光亮。
继续注意，啊，不过莫想冒险。放心，我会说你，我会阁等一下。真是不确定，陈忠信是一个人离开，那呢就八九不离十啊。文姐，搁只开一头车。陈忠信敢真正甲杜光亮藏在遮？昨昏对陈忠信来过遮，第一个顾甲陈忠信离开，伊拢无甲人带走，所以杜光亮就是在遮。希望今仔日会当顺利发现杜光亮的行踪，安尼大家嘛才方便进行后一步的计划。是啊，赶紧找到杜光亮，咱大家较袂踮遐等面交吧。希望代志会当顺利。早一日把害死我的凶手受到制裁，也可以完成我的心愿。志豪，啊，还有什么问题？你刚才叫我啥？我今日麻烦你做我的摄影师，当然也是直接叫你的名字较自然，较袂让人去怀疑啦。是啊，啊，你讲了对。我就是平常时，你叫我李处长，我希望叫我的名，我惊一下。啊，是你想得较周全。唔安尼讲啦，啊，是我应该事先甲你解释才对。啊，是讲过去无问题哈。无问题，你放心。朱秘书，歹势歹势，我处理代志哦，有咧耽误着，互恁等真久啊吼。无啦，我嘛是拄仔到位尔。啊，即摆我会当开始啊哈。好，我带恁参观，请。小王诶，啊你安尼日本袂忝啊？啊？啊无恁两个即卖到底是咧干啥？哈哈哈！我是彩带，伊是电风，伊伫拄只去甲开关去试着，伫所以就震动啊。哦，伊是电风啊，饲着伊开关，所以伊即摆伫生就对啦。哎，啊，伊甲你分着，你面较大啦咧。继续演啦。许先生啊，人落去大哭啊，面足皮包条条，你袂热？开始流汗咧。啊，无安尼啊，还有电风，阿兄带伊来遐找电风好无？来，可以凉着，凉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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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不要再赢了？我要不要再赢了？哎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讲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宋子良，你惨嘛！你甲马掌叶啊偷开啊！别生气，伊上惊红疼食萝卜的啦。啊？伊讲肉粽惊人家食，我是肉粽，你有偷刀，你是菜粽，你是菜粽，什么我个比菜粽？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你要创啥？放下！哎，放下！好，阿伯，什么？唔见？放下！阿伯，你家己在搞啥物创啥？你这小的，袂应该你烦呐啦！你放下！菜粽卖掉！再长卖炸，卖炸啦！啊！这里个，房间环境应该是比龙胜礼拜，他有没有教育厅？这里个，是好阿妹，算是我做啦。我你这笑是好阿妹啊！你个是啥？哎哎，坐下，来，小心，不好意思，平常是不是这样啊？我先来处理一下。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啊，你看，你让。我被假币了。
要吃米线啦！卡丁都讲咱在家，来请你过。啊！啊！你真笑的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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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哎！你也变安尼啊？你讲有人把家己当作是肉粽，啊嘛有人把你当作是菜粽，啊唔好加在，伊唔知影你叫做毒棍啊！我若无我看，应该直接啊，用鱼钩甲你钩起来，把你抓去钓鱼咧。等等，你莫阁甲我笑啊！我迄个所在本来味好好，你硬要甲我刷来吃，拜托一定甲我刷走，若无我早晚嘛变神经病去啊！一个所在入味啊，较会去用脏着。我甲你刷走啊，我是为着要保护你。那呢，你就继续甲我刷啊！看你要甲我刷去倒啊！我看无就今仔日，啊无明仔载。好不，我相信你一定有所在，我大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即摆状况有变化啦，可能你暂时啊，拢爱住伫迄只。啊，你讲啥？你讲我即摆拢爱住伫迄只？早起慢条，我去我办公室找我。郭贵长遐无有出人命的消息，就表示你还阁活咧。对慢条来讲，谁会甲伊做对头？敢有真歹用？反正伊即摆已经派人甲我定条条啊，我拄才要过来，费真大个功夫才到位。所以你家己讲啊，我即摆若甲你刷走，万不能去用脏掉啊。安尼我看，你慢慢想讲你是做肉粽还是菜粽啊？你直接去做消防块较紧啊。伫迄只虽然有人甲你啊，空空笑笑，啊，毋过对你来讲，顶多是上介好个按摩。至少这些人啊，讲话无人会相信，无人有才调摄到你的行踪，对你来讲才会上较安全。你安尼讲是有道理，无唔对啦。啊，唔讲你确定，我继续秘伫个家，拢袂有人发现，人拢袂会发现讲我是一个假神经病啊。你袂记啊？你有这方面的病例啊？啊，是假啦，迄是当初为着要保外交伊做的嘛，哎。对啊。你当初啊，你做水鬼啊，立了遐尼大个功劳啊！慢条万就是用你精神状况有问题这条啊，才有你脱罪，你唔才有才条放出来。所以我讲你有这方面的病例，我敢唔讲唔对？啊，是讲你若真正会惊，无你就甲你个病人朋友同款啊，甲家己包包个看是要菜场、肉场，还是讲你要拿一个雨伞、米袋、一壁夹，假作你是香菇，嘛是会用个。好啦，甲你讲一下心情，主要是要你放较轻松的。我看你赶紧洗一下身躯，我找时间啊，再过来看。等等。哎，赵公子啊，我到底什么时阵才出？等我摕到迄个 USB 啊。我当然啊，我家己无代志，我唔只有在条保你平安。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万条我你可老感谢。迄块 USB 已经甲藏好势好势，你来找有啦，我等下你找到，我唔等后世人啊！你唔通伫中他人的志气来灭我的威风啊！领导应该好好祝福我，祝我真好运。啊，若无啊，你就爱甲遐个病人朋友一直伫迄只做同学啊！喂。毒棍啊！这张牌我一定要过掉。